不论是朱清美给林邦俊演唱的台语歌曲，还是彭恰恰甲邱云子合唱着台语的这经典的情歌，每一首咱好在场的民众听甲真级别，马上来拍破案。今日遇到市府文化局来举办的报道歌联会23号下晡伫咸水的英雄戏院来举行，活动已经是第二档来举办咯，而每一场咱吸引着一些民众来听着老歌。是的，活动的市长王伟泰表示讲，报道歌联会伫快过去时个英雄戏来举办相当的下暑期，透过着老中青三代来研究着台语的歌曲，互人回避着老歌的美好。那这个歌联会事实上网罗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老中青三代的这个我们的歌唱歌星，他能够来到盐水，真的是让民众很开心。所以呢，不管是老的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来，谢谢。演艺工会、演艺总工会配合我们文化局，总共举办了15场哈，准备要举办15场，一起把这个活动给炒热起来，希望大家一起来盐水。以台南圣殿传承音乐会迄个活动，以台南为地，在台南歌曲来出发，今日盛大来举行。除了是23号之外，阁有6月6号、7月19号、甲8月29号。伊活动配合着风雅的出席，参与的民众进场，咱个量体温加挂着嘴安。今日快过戏内底，听到台语的老歌相当有特色嘛，予大家度过着一个相当美好的假期时光。南平新闻台以下，减水采访报道。